最近一段新型冠病毒的持蔓延，全球每天的人在不增加，人在不增加，人在不增加，人在不增加。由于新冠病毒的染性，很多人都陷入了恐慌，且与死亡的人也是非常新，人也是非常新，人也是非常新，人也是非常新。但是和其他疾病或者意外死亡得到人相比，新冠病毒也不是那可怕，毒也不是那可怕，毒也不是那可怕，毒也不是那可怕。跟世界疾病死亡率排行榜是，在排行榜上，全世界死亡原因的前面三名是冠疾病、中和呼吸道感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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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血性的心病也被冠疾病或者心病，是全球死亡人最多的疾病。我的心在危中，那生命也就于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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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大部分的心病都是因血栓堵塞血管造成的，管造成的，管造成的，管造成的。大的供血中至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大出血或者血管被堵塞造成的，也就是通常所的血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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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部位生在的位置引呼吸系，未造成死亡。中有重的后症，比如偏炎功能障或者其他的缺陷，重影了生活的量，其他的缺陷，重影了生活的量，其他的缺陷，重影了生活的量，其他的缺陷，重影了生活的量。血栓存在了身中，就像是行走在血管中哟。而多大的心血管疾病在夜晚生，是因夜晚的血液循速度慢，血液于高凝，所以血栓容易堵塞血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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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睡到半夜突然醒，且伴着三特征，就是血栓正在行，需要引起警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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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肢冰冰冰冰。一般在睡的后，四肢都是在厚厚的被子面，我的被子面，我的被子面，我的被子面。不容易出手冰的像，但是有一部分人布着多厚的被子，在半夜醒的后，手依然是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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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血液循部的一大表，后需要警惕血栓再出，阻了血液法正常流到四肢，供血不足不到四肢，供血不足不到四肢，供血不足不到四肢，供血不足。二，睡流口水，对对对。有些人因睡的姿滞流出口水，出口水，出口水，出口水。但是血栓也致口腔部位的肌肉失去控制，口水也流出，且通常的情下是朝着一流口水顶下，是朝着一流口水顶下，是朝着一流口水顶下，是朝着一流口水。老年人在睡的后，如果是一流口水，即使有手部口眼歪斜，也需要到院查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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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肢麻木，疼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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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管再生堵塞的后，四肢通常出麻木疼痛的感，疼痛的感，疼痛的感，
疼痛的感，尤其是在晚上睡醒的后特鸣上的疼痛，夜息疼痛是因血管堵塞，致血流不能到四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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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的麻木和疼痛加，甚至很入睡，那血管堵塞的情就比重了，最好急到院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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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管的堵塞不是一天就形成的，和日常中某些事情有着直接的，日情有着直接的，日情有着直接的，日情有着直接的。一长吸吸吸吸，香中含有大量的有害物，破血管壁，引血糖、血脂的正常水平。常抽害肝且致血升高等，加速血管的堵塞，致血升高等，加速血管的堵塞，致血升高等，加速血管的堵塞，致血升高等，加速血管的堵塞。二、高油脂食物，毒物，毒物，毒物。高油脂的食物中存在大量的甘油三酯，附着在血管壁上，致血液的粘稠，形成粥硬化，形成血栓，生堵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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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不不不不。生命在于缺乏就自身的毒素长期堆在，最形成血栓，血栓引起了多死亡率超高的疾病，多死亡率超高的疾病，多死亡率超高的疾病，多死亡率超高的疾病。注意保血管，改正不良的生活，睡醒初三表，即到院查治，保血管健康，身健康，血管健康，身健康，血管健康，身健康，血管健康，身健康。